得奖的是柯震东，不够善良的我们。我今天带了我的老婆来，然后原本想穿，但穿不上去，但还是希望让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谢谢大家。今年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哦，其实哦，竞争就激烈。我在。这样一眼看过去哦，都是小鲜肉，啊，水青春，妈美味。好了，那个，杨烈大哥今天有来呢。啊，人也坐在那里，杨烈大哥，拍摄啊。心啊，你别这样说，杨烈大哥那微微啊远远的看哦，也是算小鲜肉啦。在我心中帅气不减当年，很厉害。那你希望上台的是谁？嚯，问那么直接，东东柯震东。啊，妈，你怎么那么偏心啊？嘿，李国毅、巫建和、黄迪阳，人也有来呢。阿罗，因为那首歌啊。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。好，第59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得奖的是柯震东，不够善良的我们。恭喜！凭借精确的情感掌握与肢体表现，诠释人际交流中的孤独、依赖、信任与容纳的样貌。透过细腻的表情与声音情绪的展现，拥有丰沛真实的内在与专业表现的稳定性。Hello， 我是柯震东。我也没想到会上的。我在这边先感谢玉婷姐，然后感谢公视，对，因为在我很没有自信心的时候，还是找我演了这部戏，然后让用很温暖的态度让我知道我还是以前的自己，这样。然后也谢谢韦宁，谢谢小美哥，谢谢依晨，对他们每个人在跟我对戏的时候都用尽了全力跟所有的爱，然后谢谢所有的剧组，然后谢谢所有还相信我的人，然后多找我拍戏，我还想参加金钟奖，对。然后还有45秒，等我一下。我今天带了我的老婆来，然后原本想穿，但穿不上去，但还是希望让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谢谢大家。